九点半他们必餐，那你最好就是8点钟下来吃。这个时候呢，餐是时间是在正中间哈，不会你去了之后就没有。那三楼啊，早餐在3楼是自助。如果说电梯里面有绿色的按钮五角星，那个是1楼，好吗？绿色的五角星是1楼，对，绿色的五角星是1楼。房间的 WiFi 密码8个8，8888888，8个8哈，房间的 WiFi 密码一会去先连一下密码哈，你要是房间给前台打电话，你房间给前台打电话4个8，我们在3楼吃饭，我们在3楼吃饭啊，我们明天8点钟在3楼吃饭，如果你起很早可以早早下来去吃饭，3楼。3楼，6点半就有早餐了啊！6点半就有早餐了。房卡上的第2位数字，注意安全，不要推搡啊！拿到行李注意安全，不要推搡。现在就是我们的布尔津县城，大家看一下路两侧也看得到哈。这是我们的图书馆啊，图书馆。 那个建筑是我们上面是我们的图书馆，在我们酒店附近了哈，大家上到酒店可以看得到哦。啊？看你在哪里了？对，看你在哪里了。所以就是，对对对，是的。如果你出来之后找不见，问一下那个酒店的前台。啊，如果你要出去的话呢，问酒店要一个酒店的名片。 问酒店要一个他们的名片，你回不来的话呢，给打滴滴是说我要去这个酒店，他会带你过来，好吗？但是不要走太远哈，不要走太远。对，7494前台对8888打电话，8888房间电视坏的麻烦来开一下，哎，他就上来给你弄好。 9点钟出发哈，回屯，后天住乌鲁木齐。对，我们到乌鲁木齐要看表演的哈。大家还有没有其他问题？20度。 明天我们要去的景区20度，20度啊，风很大。明天我们要去的地方穿红色的衣服，黄色的衣服会漂亮。穿红色的衣服，穿形状奇奇怪怪、千奇百怪，但是都是大自然形成的，它的颜色呢都是土黄色，所以在这里需要穿红色的衣服好看 ，OK 吗？明天穿红色的衣服拍照好看 ，OK 吗？ 对了，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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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晚上好看了，这里的夜景好看了，晚上灯光一亮起来，非常好看了哈，大家可以在房间里洗洗呀，出来，哎，对，出来去看一看啊。明天20度，明天穿红色的衣服拍照好看，明天穿裙子好看哈，明天穿裙子好看。 桥是就在这里，酒店就在桥，是的，俄罗斯建筑的，俄罗斯建筑，对，是的，到底要问小白吗？没有了哈，明天7、8、9哈，9点钟出发，7、8、9，9点钟出发。
看一下专卖店衣服情况。